喂，Hello， 大家日好，又系暗影时间啦。咁阿 B 瞓咗觉，所以我细声啲啊。咁啊，照旧啦，即刻开波咯。其实同大家讲声先，其实 A 升咗 A 之后咧，其实我胜率系低咗少少，低咗啲嘅。即系对手真系比较劲啊，系啊，即系同明显同之前嗰啲对手系有啲唔同。即系就算你撞到啲嘅精灵咧，都可以一弯秒你成十几血嘅。一佢用嗰只嗰只掘地，唔知嗰只乜鬼嘢啦，总之。即系两 cos 嗰只咧，可以call 完收翻 call 完再打咁样，系十几血俾佢秒晒啦，吸血鬼。即系人哋会觉得我死灵副牌好劲，但系其实你自己打落就会发觉系即系唔系太好多好食好多流派都俾人哋吓，唉，呢场都渣渣地啦。僵尸派到一张系 OK 嘅，但系两张就真系。两张又真系多咗少少咯，即系僵尸派对我嚟打佢嗰、那个三一嗰个系非常好啊！即系吸血鬼有张系，即系你一叫嘢佢就会打你血嗰张三一咧系非常之好。做乜鬼 ？OK， 咁下弯睇下出唔出嘢，佢出嘢我就用僵尸派对啦。但系就依张啦，系依张啦，专攞嚟打依张嘅僵尸派对，非常实用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去你叫埋晒啲咩奇美拉嗰啲骷髅骨出嚟咁，你大剂。我四 cos 冇嘢出，睇下出唔出啦。佢再出我再打，应该打住佢啦。依张我再打。谂紧呢个 call 唔 call 佢出嚟，留一留张收割者先啊。因为一攻一撤嘅话 ，call 出嚟冇乜意思啊，真系。撤走。哎，大剂啦！有冇啲好牌？哎，魔杖。呢度唔够牌玩呢个传说中嘅511啊！进呢只会唔会？进呢只嘅话，佢会觉醒，我又唔想打到佢觉醒。我呢度点打好？好矛盾喎，呢铺打得。哇！佢快攻，佢想推死我，睇嚟。哇哇哇哇哇！系好牌喎，冥界第二位。呢度点打好啊？大家有冇咩意见？呢度开唔到411和42，等先计一计数四。点办好啊？就系 call 三张，笨咗添 ，V4 白痴咗。其实直接打佢主系咪赢咗？直接打主赢咗，其实。实走嗱，好彩我清一清佢啲嘢。如果呢铺我唔清佢咧，我输咗。好啦，但系我都逼到佢搏咗我呢只啦。呢度唔够喎，哎呀，
祝福可以博血啊，蚀灼噶可以博血。两只狗，系两只狗。久しぶりに暴れちゃおうかな。それじゃあちょっと遊ぼうかしら。好啦，如果佢冇守护，佢冇守护嘅话，下弯输紧嘅啦，应该就。我其实打错咗呢场，呢场可以提早杀佢，其实应该。即系我太打太过保守啊，打得，因为如果我啱啱嗰铺系佢有守护嘅，好似。哇！大剂啦！黐线输咯，好似输咗。唔系佢呢弯冇疾走喎，佢就赢唔到我啦。哇！呢场我打得都好核突，讲真好多。呢场我打错，不过好，因为我又惊，因为打吸血鬼又好惊佢有个张自己扣我三血嗰张牌咧。因为如果我唔清佢嘅话，我惊我真系会俾佢快攻快死。好啦，结果论嚟讲都系赢到就算啦。个马场马上迎接第二个对手啦。其实只要胜率你过到 50% 就一定升到 grade， 基本上。因为一输你系唔会哇三万分嘅，点解？点解会 win 到啲咁嘅对手嘅？咦，仲话我而家好惊精灵，上位精灵系好乸难打，我想讲。即系我哋觉得精灵渣喺我哋之前我打啲全部都下位精灵，仲啱啱留住张收割者咯，顶！即系上位精灵嗰张卡系屈机屈到癫啊！讲真，即系佢一弯可以打你十我试过俾佢打十五血，十五血应该唔止嘅。其实佢仲有张牌系咩？跟住如果自己嘅墓地超过30张咧，系唔知会点嗰张，又系俾佢一下 KO 咗咯嗰场。因为你妖精好容易令到自己墓地系超过30定点？喂，点啊姐？我烂头执，啲牌真系好差。入场局，哎呀嚟啦！我惊佢啲妖精大军啊！呢度出一出风象先。封罪一定捱到呢弯噶嘛？正常嚟讲，哇，佢已经九张牌啦，佢再唔出牌日出噶啦。哇，佢好彩，佢系围，咁何必我去留佢？呢条友又留住啲妖精，我劲惊嗰啲。唔理啊，速推啦！而家最大问题，我手牌系冇一啲大牌喺度。虽然话大牌，但系其实实际上我都系可以同埋呢个魔杖呢两个大牌，就有一个不死大军一张。佢要开始打我噶啦，佢冇得，佢再唔清我嘅话，佢都系咯。呢弯杀风杖，杀呢个军神。哦，竟然系咁样打，只系为咗清一清我个风军神。O K， 我点样搞掂佢嗰只？佢呢只我要搞死佢先得。唔差喎，呢张唔差。咁我应该点样出牌咧？呢度？博衰先，睇下呢条泥浆咩牌俾我先啊！麻麻地，进化，好啊，可以进化喎，呢度可以进化。
呢个进化啦。Callie 将。打面佢度。嗱，呢度够墓地啦，而家我够墓地啦 ，OK 啦。留翻一个进化嚟 ban 去墓地，留翻个进化嚟用加海啸。但系妖精真系唔可以睇少啦，到今时今日我已经唔能够再睇少妖。哇，仲抽卡咩料啊？佢要咁多妖精做咩？佢想一蛙秒死我。但据我所知，妖精系冇一啲清场系嘅 A O E 嘅，应该即系以我所知啦。危险啊！但系我而家开始危险啦，再唔出魔杖就好危险噶啦。呢个直接打喺面啦，不如好嘛？直接打喺面。但系呢度如果我用咗张幻兆，我就会唔够呢个9+4。O K， 够。出错牌添，呢个借位三血算啦，冇咁贪。好，我系觉得打得唔靓啊。其实咁样用嗰张破云少女就好似有啲浪费咯，我觉得就有啲浪费，因为佢呢弯一定会进化啊。我惊佢用嗰招。哇！原来有啲咁嘅秘密卡牌喺度。一弯就即刻加满手，军喂 ，come on 魔杖好噃。我仲要等多一弯，但系呢度就。出唔出魔杖先好？咁样咯。哇，嘅佢肯定有秘密武器，即系佢手上有咁多妖精牌，佢冇理由同名嗰张嘅，佢搞咩咧？佢唔够 PP 玩喎，系啦，就系呢张破魔虫啊，呢张屈机呢张，但系输噶啦，佢都系，佢可以佢净有一张破魔虫唔通？喂，咩料啊？好惊啊，大佬！哇，冇料到啊！原来冇料扮四条，你吓到我！哇，剩你一张啊，可以用哦、啊。其实我可以再屈死佢。如果呢个魔杖四，呢、這个魔杖扣佢八血。嗱，如果最稳阵嚟讲，我 call 多次呢张嘅，最稳，我咁样打系最稳嘅。咦，加咗血嘅？点解会？原来我死亡祝福会加血嘅。死亡祝福加一啊！哇，咁呢个死亡祝福 combo 都几劲。每当自己其他执与一个敌方一点伤害，无补于事。只要佢只要冇破魔虫喺度，我就唔惊啦。其实冇啦，你杀唔到啦，佢输啦。跟住我第十弯 call 急啊！呢张，我第十弯 call 军神，佢就濑屎噶啦。我都唔使理佢噶啦。哇，佢唔打我，佢遮。哇，呢条友识玩啫。但你觉得唔打我就可以冇事啊？你太天真啦！撑 ，OK。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搞掂。好，赢咗个三万分嘅耶！ Yeah！你唔好以为我赢得好轻松啊，大佬！
你见识过破魔虫，你就知道有几恐怖。我真系唔敢轻敌啊！打精灵真系，我已经无数次俾嗰只破魔虫一弯扣我十几血。系啊，所以而家每赢一场，我都系觉得系都系侥幸赢嘅，即系抱住一个感恩嘅心态，并唔系因为对手渣或者点，而系真系咁好彩。其实真系。哇！春丽系咩嚟？我想问下春丽系边个职业啊？大佬，我就系记得死灵系司令。喂，完全唔知道春丽系咩嚟嘅，咁我点样换牌啊？哇，靓喎！呢个牌又靓喎，整多张收割者嚟啊 ，OK 噶啦。我去一个皇家，去一个有皇冠，我见到有皇冠，系皇家顶大剂，又喺。特走皇家，哇掂啊！呢场嗱呢场咧，讲一句废话俾大家听。如果呢场唔输嘅话，就一定赢。呢场如果唔输就一定赢。哇，低能使唔使啊？为咗打我一血，我呢弯冇牌出，但系好可惜。唉，我起码要去到五 PP， 我先可以组成我个 combo 出嚟。佢如果放青蛙，我咪输得。哇！攞命啊！我啲血啊！你进化上有哇，好正喎！啲牌大个问题。够唔够时间啊？但我而家得翻十血噶啦，咁样佢肯定剩下一张疾走噶。哇！输咗啦！我都系忍唔住想开呢个combo出嚟。一办法得翻一个啫，系啦，办法只有一个，就系咁样。我都系重创呢度，呢度我都系重创。佢呢个进化打我，我得翻五血，就根本输眼啫。佢有呢个星爆气旋斩，点打？即系佢有嗰张五 PP 嗰张，我张传说皇家蓝，所以未咁，咁系冇得打噶。点搞？我要出手。哇！呢张仲要加一添，即系四，即系得翻我得翻四血。你点解加呢张嘅？系咪加错咗？咦，佢正常系应该加呢张啫嘛？点解佢会进化呢张呢？而家先系魔杖，会唔会迟咗啲啊，兄弟？斗快又一定唔使谂噶啦，呢度就一定要清佢场先啦。我好惊佢将星爆气旋斩喎，但系点搞啊呢度？哎，打呢只我顶咯，打呢只。佢呢度三，哎，咁我可以退。呢度四，我死呢度。妖你啊！哎呀，死你好，处于一个好矛盾嘅心情。咁我要牺牲一只，佢好射，佢好加唔加加落呢只度，我有乜好讲啊？真系，屌你食屎啊！玩大啲啊！啊，咁我可以留住条命咁就好啦。我系唔可能挨到魔杖出嘅，但系呢弯嗱，只要佢唔玩星爆气旋斩，我就应该有机会反胜嘅。星爆气旋即系同人嗰张卡啦，即系我张皇家传说蓝啦。点解叫星爆？因为佢
兼集骑兵，守护。唉，咁得啦，佢仲惊过我咁啊，得啦，我只要知道对方系比我更加惊咁，我就 OK 啊。哇，进化蛋面条友咁癫，果然有星爆气旋斩啊！你个死佬啊！佢太天真啦，输咗啦，佢真系太天真，佢太天真啦。做，所以有时做人真系冇咁有自信啊！大佬，你知唔知系输咩啊？你就系太有自信啦！边个话皇家快攻一定赢到死灵噶？你太有自信啦！你知唔知自己衰咩啊？信，你哋呢个真系极地反攻，呢场真系打得靓。所以你俾皇家快攻系唔使熬底，因为我有双收割者，睇斗快秒咯 ，Come on！嗱，呢场真系打得好爽快，因为我一直以嚟都俾呢个皇家恰住嘅，今场系赢得非常爽快。呢度如果赢多场可以抽多包，留翻听日啦，系啦。今日三，我储咗370币已经系够抽好多包噶啦。好啦，抽晒先啦，照够啦，即系留钱我唔使留啦，7000几钻，大佬留乜鬼嘅钱啊？讲真，系咪先？我又唔系唔肯货嗰啲人嚟嘅，即系你只 game 好玩，我肯货噶，冇所谓噶。但系你机率都唔好太悭啦，好嘛？啊，吔屎啦！好啦，呢堆牌有啲有用嘅，我睇我拿一粒就有一张主教嗰张召唤系 OK。系啦，开得咁慢，肯定中嗰啲金或者以上。喂，冇喎，哇，真有张金，呢张我冇嘅，哇个屎忽做乜鬼嘢佢？喂，电镬剑术教官嗰张我想要，呢张几靓，攞啦 ，OK， 哇抽咁多包都冇全算，好失落啊，好失落啊 ，OK， 有啲感觉啊呢度。中间开唔得，哇呢、這个咩？呢、這个浮你乜鬼睇唔到个名？弗利亚呢张未完全冇见过人用，打三维几靓喎，877。哇呢张，但系呢张其实讲真的，你吸血鬼玩到8 PP， 同埋呢张个爆发唔系话特别好喎，即系唔系我即系去到8 PP 嘅时候，已经呢张我觉得就唔系一个咁大嘅逆转力咯，即系我睇落去，哇咁已经抽晒金币食屎，呢、這个就系每日一抽啦，我想抽张装，唉冇啦，四抽零传说，哇玩完。诶，呢张咪就系吸血鬼嗰张疾走啊 ？OK， 呢张就是主教，喂精灵喎呢张死，啱啱就系嗰张 call 两张手牌，任性的公主、皇家护卫，冇人用嘅呢张，因为佢呢个三 call 只得个二一咁，咁啊三围系唔得啦，真系垃圾嚟，基本上我觉得呢个皇家护卫3-3-2都唔靓，如果3-2-3都还可以啊。指挥官卡，呢个加指挥唔得。如果佢加士兵嘅话，青蛙就呢只就可以夹到青蛙咯。算啦，算啦。好啦，咁听日应该会抽多少少，因为我啲任务呢度都有百几啦。呢度都有系咧，一个卡包，两个卡包个标准卡而家两倍嘅，跟住就100金，即系到呢度3包卡啦。听日就应该会抽4包啊，最少。咁我哋听日见，拜拜。